所以可以这样回答啊，确定哦。这怎么可以？大家都心机那么重，怎么可能？我这个是球员吗？看不到。球员吗？对。对。应该是吧。应该是吧。我这是球员吗？是。我这个是球员吗？你那个好像是又不是。不行啊，是。那我的是球员吗？是。都是哦。那我的是球员吗？背号是十号以下吗？对。五？好像我换号码。30岁以上。接近。对。背号是12号以下吗？不是。好久没有听到这么一次。身高有没有超过190？应该是没有。没有，没有190。现在的年纪在31岁以下吗？应该是吧，是的，还蛮明显的，应该是，不需要怀疑。我再猜一下，他讲英文吗？哦，很常讲英文，蛮惨的哦。突然积极的回答起来。背号在1号到3号之间吗？1号到3号，太小了，不是，不是，是2、3号位吗？分析师回答的吗？他打过3号，真的在场上上场比赛的时候打过3号。他有打过1号吗？也有打过1号，是吧？真的比赛真的有打过1号，应该也有。靠，1到5号，他其实蛮想要打2号的。打帮詹姆斯。哦，我知道谁了。你知道谁？他在台湾读大学吗？算是。对，是。算是。好。他在去年是 rookie 吗？算吧，这个联盟算 rookie， 对啊，怎么说打三球？这个联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就算打 rookie 啊，所以可以这样回答啊，确定哦。我觉得蛮合理吧，蛮好，这怎么可以？大家心机那么重，怎么可能？好，我要猜哦。好，我猜桂宇，我猜对吗？等一下，你们反应，我到底猜对吗？我不想承认。还在演，对，我还在演，而且你也太好了吧。10号以下，号码在10号以下。错，不是，就我刚刚有点误导。麦克，下一位。好，我要先猜。Jacky， 没有我的，就没有 Jacky， 应该也没有麦克吧。太骚了！魏如，问他们，魏如，好像是对的。哇，你怎么猜的？强啊，厉害啊！完了啦，现在剩三个了，剩三个，20号以下。对，20号以下，20号以下也太多了。号以下，号码是在20号以下吗？不是啊，这样我刚刚就缩减超多的。对啊，你没有说3到20，你没有说，没有说20。对，好，下一个哦，韦如，那韦如，对不对？是韦如吗？对，啊，韦如啦，哎，跟抽到一样的，两个厮杀，比你矮的就只有你跟我，孟雪，好像是吗？还有希望不是？对，是吗？啊。有点意思。等一下，没有，你要让我猜完。让我猜完。文成吗？从1号打到5号。对啊。1打到5，没有号码，有点记不起来。20号以下。20号。你刚猜13到20号之间嘛？对啊。那十三到二十号猜一轮。不是17嘛？也不是13到17。走啊！恭喜你嘛！也不是14啊，13到14。你不是有15号跟16号吗？13到14。哦，13哦，13是谁？你不知道13？不选啊，哥，猜不出了。怎么叫？1号，等一下，打到五。哎，他问的时候，先哥问的时候，你也说哦，对，1号打到五。怎么叫1打到5？对。
他球衣会打一号啊，真的、啊。他的新竹球衣会打一号，太扯了。他 NBA 有时候打不。上一次你问完一号打五号吗？我们说好，对。把那个一号打到五号，怎么可能？啊，头有点低一点，一点。对吗？对。降到还是在这一点，因为三百亿了，要三百亿了，他们肯定要进步了，有点对，直接抛吗？要抛之前先转过来啊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